天地众生，六道十类，妖有千千万，可妖又是什么呢？ 东土大唐来的吧？是去西天取经的吧？嗨，俩老爷们儿，仙童好眼力，正是正是，贫僧法号玄奘。跟我们走吧。 师尊道号镇元子，原是天尊请的老人家赴宴。哦，原来是镇元大仙，厉害厉害。一会儿尝尝我们观里的斋饭，神仙们都排着队来这蹭饭。啊，太好了！一看你们就饿着肚子呢。正是正是。哦，那等着吧。哎，那猴，别乱动啊，坏了你可赔我姐。别乱喷啊，急了你可打不过。 哎，你走走走，甭理他。只共天地，不共三清，够嚣张的。 悟空，你挡着我了！就你说的，你瞧他那穷酸样，真不知道大仙为什么要将咱们的镇观之宝摘给他吃。是啊，真是糟践东西。哎，清风，要不咱俩吃了吧？哎，不行不行，这要是让大仙知道了，嗨，这饭广告，在大仙回来前打发走不就得了？宝贝。